那现在名下还有别的房子？有啊，只是你卖的这个是最贵的一间。对。啊，干嘛一直用钱去衡量？其实手边还有八九间，八九间，我带你去观落英了。床还没来，我现在还是睡在地上哎、欸，我现在都是跪在地上的。主妇，一千荣卖七千万豪宅给租屋，睡地板自嘲是贵妇。开香槟 ，Congratulations to me，Congratulations to 搬新家的李倩荣。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，2015年一张和阿帕契打卡的合照，让他一度面临事业低谷。近期她和豪门老公告别了15年的豪宅，成为租屋族。姐前几天 PO 那个影片开箱新家，然后有那个衣柜的那个名牌包，也是很惊人嘞。是不是？还是被下错标？我真的好委屈，那都是好久以前买的。我其实包包已经卖了很多，因为在落魄的时候真的很缺现金，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卖掉很多包包。那的确那些包包套的现金也帮我度过很多很难熬的日子。我觉得我现在到了一个历练跟年纪，我已经活出一个我很有自信的状态，所以我不需要那些行头来证明自我价值，但是我可以拎过季的，我不介意。今天这个就路边摊买的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亮亮姐，那里面好像有一个是爱马仕的感觉。没有，那是个爱马仕纸盒。这不是凯莉包的感觉。不是，那是 Fendi。这是这个橘色的，那个是什么？袜子。只是你卖的这个是最贵的一件。对。干嘛一直用钱去衡量？其实手边还有八九间。八九间，带你去观落英了。没有，我的母亲在这里。那你有申请租屋补助吗？好像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有不动产，我怎么申请租屋补助？我有去做过一些新闻的研究，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，因为最后还是反映在租客，他们其实就是多付钱。床还没来，我现在还是睡在地上哎。草席吗？床垫。我其实这次搬新家，我觉得我还是有花一点预算去做一些所谓的轻装潢在软件上。我可以讲我们家小孩子他们两个人在美国租的房子的租金是多少钱？他们两个租一个很破烂的公寓，两间房间 share 一个厕所，一个月的房租是2500块，不包含水电。在美国，你买一个百香果三颗要6块美金，都不会像以前有冲动型的消费行为。那你现在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比较贴近人间的生活？贴近人间，我以前都飞在天上。是比较贵妇的场合或什么会比较碰？我现在都是跪在地上的主妇。